今天我哥我拿就要摧毁这里。嘿嘿，哦，助手哥姆拉，你要做什么？哥姆拉想要破坏这座城市，我们必须要阻止他。说的是的，可是他的实力太强大了，我们两个联合起来试试看。好，艾梅利姆光波，不痛不痒，艾斯投标。哎呦，可以吗？哈哈，不过你们两个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们两个合起来也打不过哥姆拉，这下该怎么办？哎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借助我们身上怪兽的力量了。你说的是，那么融合兽，初代变身。变身融合混沌，艾斯变身，哥姆拉，住手！这次不会再放过你了。哦，你们以为变出龙头兽就能打败我吗？太小瞧我了！嘿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不倒你？嘿，可恶！黑暗光波！哼，你的死期到了，哥姆拉！艾斯，我们一起。艾梅利姆切割，哦，哼，哥姆拉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艾斯，把他带回 M78 星云监牢。好的。小哥们，今天初代奥特曼和艾斯奥特曼借用了怪兽的力量，变身超龙和兽，打败了大怪兽哥姆拉，将他带回了监狱。你们喜欢这款超人变怪兽的玩具吗？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要记得点赞订阅哦！下一次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